今天的提案是一个就是小松的办小松的共笔，像上一次大松是一两个月前，然后上次大松之后有好几个专案都有在另外办小松，因为其实大松只有一天的时间，要在一天把专案完成不太可能，那所以很多的专案会选择就是说，那我们再找个时间，大家再针对这个专案来办小松。所以像上次专案结束的 Renty 就是一个做租屋的，然后跟 Ecomori 就是那个回音森林，然后以及那个还有那个农地工厂的专案都有在另外办小松。那所以今天这个提案就是小松参考指南，就是一个共笔，就是想要让大家，假如今天有一些专案，大家觉得这个专案意犹未尽，想要继续把它进行下去的话，可以参考这份共笔，就是怎么样去办一个小松，那办小松要注意什么事情。那这样子的话，就希望说，能让居民的活动能够继续遍地开花，继续有更多的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想参与的话，都可以一起参与。那么大家也可以到居民打 TW 的首页，然后有一个活动。有个活动列表，那里面的话会有一些就 GEV 的大松小松各个活动的形式例，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想要继续再参加其他活动的话，也可以参考里面。那另外也推广一件事情，就是说，就因为鸠松最近有租一个新的办公室，然后这办公室每个月有好像二十小时的会议室的使用时数，所以如果大家缺少小松场地的话，其实鸠松这边也会有一个就是那个让大家可以用这个时数来使用会议室的那个时间。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的话也可以参考，那今天鸠松这边也会把这个小松场地的使用说明想办法共笔出来。好，所以以上是今天的提案。那我们来换下一组。田，下一位是下一个